9月24日，针对网友曝王俊凯诈捐一事，王俊凯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，表示王俊凯先生遭受了因不实言论导致的再次伤害，网络上恶意抹黑造谣的言论涉嫌严重侵害王俊凯先生的名誉权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网络暴力，谴责以包括满雪莹女士在内的任何人为对象的网络暴力，坚决维护绿色和谐的舆论环境，愿所有的善意都不被辜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